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今天要来玩一款手机游戏。哦，这款游戏呢是在 iOS 苹果的哦，那不知道安卓有没有？老头呢是最近呢才看到这款游戏的，然后好像是在 iOS 上面有上架，但是我上网去查那个安卓好像没有的样子。然后画风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，然后游戏的话呢，老头稍微试玩了一下，觉得打击感还不错哦，所以就推荐给各位哦。那这叫什么游戏呢？封面已经告诉你了，哦，《黑暗荒野二：叛变的帝王》哦。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呢，可以继续下载哦，这个是不用钱的。那如果 如果安卓没有的话呢，那就非常的遗憾，可能要等一阵子才会有了。那么它这个支持多人连线哦，老头是没有连线过啦。那地下城的话是别人制作的地图哦。那还没有开始故事模式之前，大家可以去那个地方刷一下等级，好，你没有听错，刷一下等级哦。他这个等级好像跟故事模式扯不上关系吧？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就是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先玩一下故事模式，给大家看一下游戏内容。再来就是说呢，如果呢你想要移除这个游戏的广告哦，因为手机游戏嘛，他们要赚钱，一定是要投放广告进来，他们才有钱可以拿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要移除这个广告的话，必须要花90块钱移除。不过移除之后，他会再送你额外4个人物。好，像是如果你刚开始玩的话，你只会有上面这个格莱迪斯哦跟波罗哦，下面这4位的话，好像要依照等级解锁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总而言之呢，你必须哦，你必须要那个必须要付费哦，就可以马上使用这几只。哦，然后你就看到老头这只等级5了哦，因为是老头去地下城稍微玩一下练习的哦，就会发现哎，等级居然可以直接提升。然后你就看到他什么龙袭啊、猛击啊、升龙天啊、哦、升天龙啊、狂暴之类的哦，然后还有皮肤哦，这皮肤应该是没有什么能力啦哦，总而言之就只是好看的而已，好不好？那废话不多说啦，我们直接开始了哈，非常好，让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哎，这是我哦。哦，它前面会有一个前导的故事哦，那前导的故事老头直接看完了，所以说你们看不到。哇哇，被突袭，他们发现我们的快跑。What the fuck？ 我直接被撞飞是怎样？哦，直接开始了，直接开始了。我有练过等级，所以说这边的怪呢，砍一下就飞走了。超弱的有没有 ？Good。哦，然后还有技能啊，技能会随之等级而提升啊。哦，技能会随着等级而提升。好，哦，像这一招是技能。然后你看到那个上面有一个闪电的符号有没有？那个也是技能，那是范围技。那个等 CD 结束之后，范围技就可以使用了。这什么东西？这应该是储存点啊，这应该是储存点。我这里可以打哦，哦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小废物干什么？放个技能，还不劈死你？蜘蛛人，那叫蜘蛛人。欸，我有一招升通哦，这招哦，欸，我这一招升龙升天龙吗？还是我还没学到啊？不管了。哦，这款游戏呢，个人觉得还不错啦。目前玩的时候，啊，我后续的发展不晓得。这什么东西？会爆炸？会爆炸的桶子？应该是会爆炸的桶子。我们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被爆炸的桶子撸到了。哦，结果没有，那个不是什么爆炸的桶子，那个只是给你，哦，只是给你拿来那个拿道具用的这样子吗？我记得我可以用盾啊，我记得我可以用盾说，盾是哪一个？哎，欸，原来是你哦，喔，我还不戳死你，哥还不戳死你，我讲，那小废物，哦，这边有个储存点，呜呼，呜呼，赚钱喽！我家这边有什么？哎，欸，被强制带下来了，没有被压死算不错啦。
我那边酷弓箭手，不知道这个游戏有没有什么隐藏关卡之类的。哇，他居然在踩妹子，受死吧你！我炸 ！Oh my god！ 放技能 ，C 内内内德贝利，我炸！呜，最后一集，小废物！哇，好多钱，好多钱！哇，我救他了，清官，这叫清官，妹子，结束了。哦，我可以往前走，我还可以走这里。啊，这边有没有什么类似隐藏宝箱之类的？刚才没。附近的村庄内被入侵者攻击，甚至能听到尖叫与怒吼。打。哦，然后一进来呢，你可以选择你的装备。我好穷。哦，不过呢，我们可以升级我们的攻击哦，以及我们的生命速度跟幸运，还可以点我们的技能。看一下，双极二段跳这个我们学了嘛，召唤闪电也学了。哦，没有，这是依照等级才可以往上升的、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哦，然后我们现在身上有10,100，我应该是因为花那个90块，然后去地下城刷，所以说，哦，我们有大量的钱，那这样子也升太快了吧，根本就不死啊，对啊，这样子根本就不死啊，哎，如果你启用了宠物，你的经验会是与宠物共享，宠物会随着等级提升变强，哎，我们可以带宠物啊，为什么会有这只宠物啊？啊，我应该买装备才对。哈No， 没关系啦。然后特殊物品1300，神圣的盾，他没讲什么能力，然后就只是一个盾牌加一。好哦，原来这边可以找商人哦。没关系，我们攻击现在超高的，有没有攻击19？行，上了。哦，我觉得还有宠物，三小。不知。不知哦，现在都是一刀斩。哇、哦，把我抓起来！你干什么东西？居然想把我抓起来啊？做什么？这么改呀、啊？嫩嫩，呜！我炸！他那一招到底在干嘛啦？把我抓起来！我炸！这又是什么鬼啊？从我前面跳起来，冲啥？不知道。哎，这被他抓到是直接定格哎、欸，好麻烦哦。哇哦 ，no！ 他想要吃我这样子，我要你的脸啊，遮住我的脸，七星大法。我靠，这个一直丢火球是哪招啊？冲！火球大哥，哦，骷髅斗士，先放这一招弄死你。欸、他隔挡哎、欸，好猛哦、喔！他一直翻滚哎、欸，这么高超哦、喔。不过你要死了，就算你会隔挡又怎么样 ？Oh my god！欸、我怎么隔挡的、啊？哦，蹲下是拿盾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我靠，连戳这么酷！你好烦啊，你去死吧你！你给我过来哦，我揍人哦！突击，小废物！一二，那，你只是速度快而已啊！啊，论攻击你还输我、哦，对不起，痛！我错了，行了吧？啊！我觉得我完蛋了。啊！哦，还好他这边送补血给我，就甘心的呢哈。呜！不要一直抓我哦，超烦的。小废物。
他那个前肉不会自己吸过来吗？有点小麻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啊！想干什么？我家方向下加跳落下落。哦，只是教学啦，教我怎么下来而已啊。我还以为是干嘛嘞 ？Boss 战呢？居然没有。哎、欸、，Boss 战呢？什么东西？我靠！大飞龙哥哥，呜，这么精彩啊 ！biang biang biang！ 我他还有无敌闪烁，不提库斯。席内，我驾！不提库斯，拿命来！你要死了你，小废物！哎呦呀！哎呦呀！嘿嘿！我……哇！你一直这样子，我怎么打到你啊？呀！伊库哟！碎呀！哇！整个烂掉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错，他连3D 都做出来，3D 建模的龙，这么酷哎、欸！这游戏好玩好玩。我觉得这个游戏，我不知道一代怎么样啦，但是呢，他现在是免费的哦，这个应该是说算蛮佛心的，质量算蛮高的啦，有 RPG 的元素啊、哦、，ARPG 元素啦，然后之后。画面还这么的流畅，我觉得不错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装备啊、喔。嗯，攻击一加一的剑，然后这是加什么幸运？我们买一把剑好了。Nice。哎、欸，按错了，参加离开游戏，确定。哎、欸，我没有装备啊，大哥。呜，怎么有多刺客跳出来？我怎么突然在火车上面啊？好烦啊 ！Oh no！ 我要生气了、哦，我被围死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哈哈！哎，看我真的要死了，没得跟你好小，哎、欸，我死掉了，哎、欸，我死掉了！啊！续命26，我26条命。返回存档点，这是刚开始吧？哎、欸，干！完了，不能马虎了。物理啊，物理啊，这绝对不能马虎啦！我说，哎呦呀，这个攻击节奏要抓很好啊，不然的话被他抓到就是扣血。什么？一次砍两个？我、哦、靠，这个也会！我靠，抓技一大堆、欸，真的是。我还要生气哦！哇！如果这个玩远程，应该会非常轻松吧？因为这游戏里面好像还有弓箭手的样子啊，好像有啦。Yeah！ 哪时候学新技能啊？我的等级怎么一直没提升？我要升等啊 ！Good， 哈哈，好笑，终于下来了！哎呀，这什么？这是虾米蛙哥？啊啊啊啊！超屌梅杜莎！哎、欸，蛇女辛达拉不是梅杜莎、啊，又是无敌状态。他拿那么长一个盾，哦，想说没什么屁用，终于有用了。我靠，我一直被冰。Yeah！ 噔噔噔 ！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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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呜呜呜！Oh
my gosh！ 是呢 ，Yeah！ 哎，新装备，获得了一件装备，好爽哦！赞赞赞！哎，坐火车了，坐到这边来了，好玩呢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哈。那其实这个游戏的这个角色技能还挺多的，只是因为的等级的关系，你这个技能没有办法使用哦。所以说你们现在只看到可能只有这两种技能。那么呢，老头应该没有意外，或许会继续连载吧。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，那就是请你们啊多多的支持，按个喜欢，好，以及就是希望呢点阅可以高一点，这样老头就可以继续这款游戏了。啊，想要让订阅变高，有一个方法就是记得把影片分享出去啊，或者是给我一些意见，好不好？那么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这款游戏吧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